这个同学是要分享天蝎座，他说天蝎座真的很爱记仇，之前有一个打工经验，跟老板相处的不是很愉快，然后提离职的时候，老板居然洋洋洒洒的就是条列式列了他在工作上所有的 NG 行为，太夸张了，例如说几月几号跟我顶嘴，不可能，他把这个条列式贴在公布栏上，让员工跟客人一起看，太疯了，死亡公布栏，超然后他就说，最后还没结束，他就说来去公布栏那边给我签名画押，不然我就不给你薪水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犯法吧？这个可以告他。对对对，这个不能签哎、欸，大家要学聪明、哦。奉劝哎、欸，如果你遇到这种事，你就是告他。我们来看一下水瓶座。水瓶座的老板跟水瓶座同事，这两个都是水瓶座 ，OK。明明他们在讨论同一件事情，然后讲到一半，他们下一句就会跳到别的事情上面去，那你就觉得，哎，跟他好像在平行时空上，然后 get 不到。然后重点是，他们有时候会表现出就是比较藐视你的感觉。他没有恶意，但如果你不知道，他会很认真问你说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是在这间公司吗？对。